In the following quick Q&A, Zhang Zhehan has to answer questions quickly while eating. Oh, 你冰箱里都有什么东西? 重要的话,面膜。 你最想感谢什么发明? 口罩。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真的假的? 你最怕什么? 蜘蛛。 喜欢吃什么? 所有东西。 最讨厌的颜色? 颜色。 KTV 必点曲目? 你就说。 你从小到现在一直保存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去无人岛会带哪三样东西? 吃的喝的。 最想穿越到哪个年代? 为什么? 我去没有什么厉害的事情。未来吧。 女生如果不洗头, 你会觉得是因为什么? 对我没兴趣吗? 第一份工作赚了多少钱? 是做什么? 外卖。做过吗? 你有没有一些特别酷炫的才艺? 最近在练钢琴。 你觉得哪个网络用词产生特别有意义? 不是很喜欢网络用词。 你喜欢异性怎么称呼你? 小智。如果你生气了,对方要怎么哄你才会消气? 做过最傻最好笑的事是什么? 忘记了。西施、杨贵妃、武则天,你写成他们的名字? 直觉告诉我。 不拍戏,不出活动,待在家里做什么? 健身,打游戏。 最喜欢哪句诗? 书中自有黄金,书中自有颜。 如果你可以在学校教一门课程,你会选哪一门? 体育。除了你的家乡,你还特别喜欢中国的哪个城市? 上海。 公交车上你睡着了,醒来后你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是不是组合战了? 昨天多久洗一次澡? 每天。用二组一词? 二吧。生活中你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不是演员,你会是什么? 歌手。 你觉得女生什么时候最迷人? 一起打扮之后。 明天早上,你突然发现自己变了性别,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发现变了性别,我们自己去。半夜遇见劫匪, 他说不唱歌不让你走, 你会唱什么? 请求你给我的机会。在奈何桥看到孟婆,配合孟婆汤,你会对她说什么? 我不会去看到她的脸。你对处女座有什么看法? 有点看法。 如果可以,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有一张爽透的卡,无限爽的卡,想来想来想来。